大家好，我是秦时明月中魏庄的配音演员，我叫吴磊，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大家好，我是选你的配音演员罗玉婷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 Merry Christmas。 大家好，我是沈磊，我在秦时明月剧中给高渐离配音，在这里呢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心想事成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秦时明月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为秦时明月中的少羽配音的配音演员沈达威，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长年以来对秦时明月的支持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为秦时明月中天明配音的配音演员范楚荣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为秦时明月中李斯配音的演员福冲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道直的配音演员翟威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配秦时明月荆轲的孙烨，圣诞节快要到了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反正什么都好。那在这里呢，还是要真心的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，一定要多多收看哦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班大师的配音演员尼康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赤练的配音演员洪海天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静文，在秦时明月里我配的是月神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秦时明月里面配楚南宫的刘鹏，现在圣诞节快到了，祝福大家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为秦时明月中公孙玲珑配音的配音演员张安琪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为秦时明月中颜露配音的蒋可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为秦时明月中福念配音的配音演员贾秋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张良的配音演员尤军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为秦时明月中黑剑士圣七配音的演员王恒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尹福的配音演员邹亮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铁锤的配音演员胡谦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秦时明月中没有任何角色的配音导演李烨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大家对秦时明月的支持。